黑死病已经摧毁了这座城。就尸体上的箭伤看来，毁了这里的还有审判骑士。来了。咦，你的腿恢复的怎么样了？ 无聊的男人。侠客叔叔，能否满足我一个小小心愿，看一眼你的那把传说之剑？ 就在这里，来试试看吧。谢了。动手啊！ 果然没有令人失望。 计算，他真正的目标是。 那艘怪船上都是些什么人？你既上去过，总该知道一二吧。你最好什么也别问，因为我不想说。 我是担心侠客。我和侠客交过手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你……所以我反而比较担心他的对手。啊，那就好。你与其操心别人，不如多担心一下自己。此话怎讲？操心行命，你做的事忘了？你知道？小声点，别大惊小怪。我们两个既吃着朝廷俸禄。 自然要为朝廷做点事，这是自然。只不过，替东厂做事，真的是为了朝廷和百姓吗？还真被你问住了。那，你就当是为了我。嗯。我需要那本书，非常需要。
这不瞒陆兄，其实我已经……哎，陆兄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一直在向着山飞？啊，糟糕，我的兵又犯了，我看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又看不见了。大赤，拉吉，你又闯祸了。侠客严禁你天黑后回来，你一个人玩得开心，倒霉的可是我们。你知道人家多担心你吗？你的病那么重，自己还不小心。前方这么大座山也看不见。对不起。你会？我好像忘了告诉大家一件事。你是想说自己原本就会玩这个？原本并不会。不过我看过米娅怎么驾驭此船，所以我便学会了。因为宋先生说我貌似有过目不忘之才。抱歉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哎，这句话我以后不会再说。哦，听你这样说，我心中十分喜悦，却又不想露在脸上，怎么办？你已经露在脸上了。扶好米娅，我要加速了。还是比较喜欢骑马，做人就应该脚踏实地。博闻强记，过目不忘。没想到此生还能再遇到和药师以及我自己同样的天纵奇才。啊，是先生。学生太过专注，不知先生方才说了什么。太慢了，行知迷宫藏书百万，像你这样读要读到什么时候？惭愧，学生才疏学浅。这些似乎……都是天文学，对一般人来说，这些著作形同天书。好在孟农并非一般人，学生我在水师并非只是一名书记官而已，还身兼号传阴阳官之职，日上看风看云，夜来观星观斗。你司职阴阳官这件事我也料到了，所以不免又多生出一份期待。作何期待？徐念在论天体的运行原本中留下的秘密，我希望有人能与我一同破解。李太白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你可曾想过老天生你在这世上有何用意？你不用一直扶我了，在火烧雨里我闭着眼都能走，这毛病我每个月天黑后都会犯上一两次，早习惯了，只不过今年似乎渐渐变得多了起来，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。当真是我见犹怜，年纪轻轻便有此顽疾。喂，别可怜我呀，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别人可怜我，而且宋先生说过，我的这个病其实就是我比别人厉害的地方。你说的是很有气势，可我为什么没听懂？因为我虽眼前一片漆黑，
有时却能见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你能见鬼？不是鬼，不是鬼，我也说不清，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。那你不妨看一看陆兄现在情形如何了。我正在看呢。我说过，为了家人，陆长风可以变成世上最恶之人。徐念，我们来了。我真的不能确定你和审判骑士究竟谁更危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做恶人需要凶狠狡猾，做好人需要比恶人更凶狠更狡猾。整条街上都是骑士的脚印，这次来的在90人以上。是他的万里长风。莱昂纳多的双突击成像系统，在这个距离，世上不会有比万里长风更好用的武器。这就是万里长风的威力吗？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你竟然会念诗？我有徐念3年前送的诗集，虽然那其中我能认出的字还不到100个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我认识汉字？不知道徐念送过你诗集？因为这根本不值一提。的确不值一提。现在的世道，诗不如剑，而对他来说，诗和剑都不如火药来得有趣。
哥，敌人攻入印刷所，在这样的距离，七支香比万里长风更好。